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 Jessica 觉得梳头很重要，梳头可以帮助头发生长，还可以柔顺头发。 Jessica 最近爱上墨梳，墨梳梳头可以按摩头皮，活化头皮，让头皮更健康，还可以增加你的发量，健康头皮。睡觉跟早上都要梳头，而且梳头可以有益头发健康。Jessica 喜欢挑这样细细的墨梳，因为这样子的按摩头皮的力道刚刚好。墨梳真的是梳头的好物哦。